圣诞夜是一个充满爱与温馨的夜晚，一方面我们庆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另一方面在这个夜晚我们一同来享受并且传扬上帝的慈爱。所以每当圣诞夜，我们教会都会举行大型的圣诞晚会，我们邀请你全家一同来参加，与我们欢度平安夜。当天晚上我们有两场的聚会，一场在6点，一场在8点。如果你不能来参加，也请你打开优视频道，我们从晚上8点钟开始会有实况转播，所以请你务必锁定优视频道，那无论你在世界哪一个角落，你都能够与我们一同欢度圣诞夜。所以让我在这预先来祝贺你圣诞快乐，愿上帝的喜乐跟平安大大充满你。